但不能拿。不能用手摸。耶！不是了，不是了。刚才真的是我躲不想。前面打顶住啊！没顶住了。不是药神，你是不是太让你站了？我站不稳。你有什么打算？因为站不稳，然后把它跌下去。对啊，这是节目，我是奥运的。耶！真的。压力很大，你们那边不是奥运，然后那边说推不好，下次不要来，他怎么推啊？不会不是，对啊，真的，魔王要你赢了，来第三组这位，当众上台呀！不要，不行哥，你演不要那么认真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我只是没有笑，我没有笑，你笑，不要听他们的，让他们感受一下鳌拜的那种霸气，鳌拜，是吧？鳌拜，来，鳌拜，一拜，大姐，你先，大姐。你又是台中人？对呀、啊，台中人、啊。台中哪里的？台中哪里的？台中八堵。那你怎么？我美术馆。大姐，我美术馆。你来台中干嘛？我来台南。对呀，对。谁跟你们玩这种推来推去？没营养，又没文化。来这边，来这边。张立栋在干嘛？等一下，你先等一下。张立栋。什么话呢？九座山雪。莎莎。张立栋，加油！张立栋，我打了他，我没打到他。张立栋到底上去做了什么？哎，没事，给你。来，少伟哥，对上要抢，预备！帅哥队要敲钟这种方式，快点！阿龙，阿龙，阿龙队，我是龙队，我是板桥刚刚吹的，刚刚吹的，我现在住板桥，刚刚吹，刚刚吹，刚机车，来一杯。黄少伟，你不用争都好到哪里？超他下山路哎，上台要不动，好紧哦，要成厉害，要成厉害，来下一组请上，第四组花姐对上点歌，花姐屁股好漂亮哦，花姐你是装电动马达是不是？光的屁股在动啊，好的，我也想飞啊，第四组第一位花姐，哎呀，赶快开始，我跟你讲，我先不要攻击，因为我怕我，你先摸他，你先 touch 他，我先 touch。干什么？不要自残啊！左边过来，你买东西，你买吗？冰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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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敢敲了？敲了，敲了，上刀！冰锐，冰锐，敲了，冰锐，我上打头，上面下水打头，从上往下，敲了，敲了，敲了头。哦哦哦，真激烈啊！还有三秒，还有十秒，还有三秒，好慌张啊！你现在怎么抖成这样？啊！手得不到就打，这种事情，他不能打去抓部位吗？你这拿吃饭的工具，不要再演了啦！我就轻轻推一下，哎，人家来帮他复仇来，豆哥前辈上场，你胜不了怎么办？先帮他上去，他们帅，你给他讲帅的，核心用核心啊！来准备，计时三十秒，预备。大打特写哦！哦哦哦！武器，准备，要成准备要从下盘开始接下来，预备，蹲吧，蹲下来练蹲，来，花姐手放开，你也蹲了，豆哥蹲了，他蹲不下来，预备，你不要这样，蹲了，你要，你是不是真的是吓到我？吓到我一下，怎么讲？怎么会有药尘 ？Oh my god！ 没有观众，过关的话是药尘，这是第一次来，也是最后一次了。船要沉了，船要沉了，我压力好大，压力山大，那个往这边走。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还有后面，后面来进入下半轮盘，第一关就有人要过关了。这个节目看三年哦，怎么想也不会想到是你们这一组。对，我们有心动的第一
可以的。其实我们也没想到。要成脸，要成脸很臭啊。没有，因为我们没有，我们现在很自责。但是我可以预见他后面几关会很猛。超强，毛起来弄，毛起来推，不是他们的话术很强，他们的话术真的很强，千万不要受影响。然后因为都认识，然后不知道是讲真的还是讲假，都是讲真的啊，都讲真的。然后无形当中，刚刚也下来试完，说 OK OK， 后面有点压力，要不要让一下？对。不行，我会怕。你太强了，我们就是诈骗集团，你懂吗？我们一集可以逼疯一个吴尊，好多。没事，来这边看一下，把你的下班贴在哪一格？随便贴，随便贴，随便贴。啊，贴贴，花贴花贴。是，不想下班，太晒了，丢的。我们下班。不会下这么容易，这个回家的感觉来了，来了，来，关哥转，点哥转，点哥转，我们才三圈哦，三下，转的有责任哦，我劝耀成你不要转，来，可以的，你以为是转法轮？回家，准备啊，回家，因为转是奖金也还没那么，你们态度转变太大了，不要是你们赢得很心虚吧？你们下班也会被呛，很侥幸，对不对？他们真的下班，他们才要伤脑筋，怎么把他们弄回来？来准备我们那个豆哥花姐继续上班，所有人请回游览车。我们刚刚听到一句话，乱是乱棒打死老师。因为我第一棒倒的时候，我瞬间用撑住地撑这样，你在汗脸吗？你快输了。没有，都看不出来。好笑吗？超累酒醉了。天哪！你不会选吗？所以啊，尴尬啊，放放。提都见我了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